十佳进球倒计时，观众朋友们您好，又到了本周的十佳球倒计时时间。新秀在这个赛季表现出色，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属于新秀的十大精彩镜头。首先来看十佳球第十位，猛龙队新秀维拉纽瓦和克里斯波什双龙戏珠，心领神会。最佳新人克里斯保罗闪转腾挪如灵源现果。十佳球第八位，爵士队新秀德隆威廉姆斯闲庭信步之后便异军突起。十佳球第七位，尼克斯队新秀詹宁弗莱冲锋陷阵，勇者无惧。十佳球第六位，雄鹿队状元秀安德鲁·博加特一夫当关，特里难开。十佳球第五位，凯尔特人队新秀杰拉德·格林借斯卡拉布林传球平地起风雷。十佳球第四位，博加特也许在想，如果这记绝杀是发生在邓肯头顶该有多好。十佳球第三位，依然是波士顿凯尔特人队杰拉德·格林，这一次情急生智，绝处逢生。加球第二位，尼克斯队新秀扣篮王内特·罗宾逊在艾弗森面前一击致命，虽然有班门弄斧之嫌，但却让球队化险为夷。本赛季就十佳球最佳镜头依然来自凯尔特人队杰拉德·格林，套用 NBA 形容新秀的话说，只有天空才是他的极限。